嗨，大家好，看一下这只虾鸭子。我操！掉下来了。刚把你抓上去，又掉下来了。咱们再救他一次。他耳朵灵也没用。进去。他要掉下来，只能靠嘴探路了。他眼睛瞎了，看不见。他要往，他听到声音，以为在前面。下面是一个坑，你再下来。哎，我也没办法，救不了他了。救了又救，像这种傻鸟，看不见。哎，挺可怜的，收养他。两只眼睛看不见，他很聪明，掉了一次他怕了，不敢动了。他是小狗叼回来的，叼回来的时候很小。小白，咱们看他眼睛呢，这只是看不见，中间长了一颗眼睛。还有那一边。那边过来看一下，那一边是完全白的，像白内障一样，看了又要掉下来的样子。这个傻逼二货，应该不会了吧？吃了一只龟还要掉下去？镜头拉近一点，看一下他的眼睛。眼睛中间一个结盟了，看不见的，再怎么看也看不见的。这边还更不用说，好了，回去。现在我们把它抓回去。他听到这边有声音了，他听到我的脚声，他就过来了。哎，过来，还是要过去抱他，我的乖乖。